持续来看到的是基隆市警方调查辖区内的毒贩时，一名嫌犯突然指称有一名员警也有向他买毒，警方不敢大意，持续追查，还查出该员有无故登入系统查询其他毒贩各自的情况，在今天正式搜索这一名员警的办公室还有交通工具，警询后依毒品还有泄密等罪嫌移送侦办。再看到台南市议会因为预算审查的关系，蓝绿议员连吵两天，8号下午再度大吵，一名激进党议员还指着国民党大